吴凡哥，你绝同意？理由是老婆说的永远是对的。阿木讲，阿木讲的永远是对的啦。哎，有环保筷的都拿出来，拿出来，快点，环保筷拿出来。好。那我常常在压。你常在压哦，哎。但是我都是盖子再把它盖起来，故意不会碎。哦，很厉害，很厉害。核心协力救地球，大家好，我是刘若基。知道我们的核心协力救地球走出户外啊，第一站就来到了台中，位于这个文华高中所在地西屯区啊。哎，我们为什么到学校来呢？哎，从学校开始，到我们的邻里，到家庭，到我们的社区，核心协力做环保，越多人一起做环保，地球就有救了，对不对？好，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两队参赛者。哎，今天得到的是我们的河岸里的李明队。河岸里赞赞赞，河岸里加油加油加油！河岸李明队是四位充满爱心的志工妈妈们，他们平日会照顾社区的独居老人，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同时也会打扫社区环境，修缮花草树木。让河岸里不仅是个敦亲睦邻的好环境，更是维护街道整洁的模范里。今天他们是否能发挥爱的力量，赢得胜利呢？好，接下来我们一连志工队怎么只有两个人啊？很奇怪哦，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位？是有什么玄机吗？因为我们藏了两位神秘嘉宾。好，藏两位神秘嘉宾，这两位神秘嘉宾到底有多神秘呢？我们先看一段 VCR。今天的一连志工队是来自阿爸共立威的演员吴凡及杨凯琪和慈济志工的组合。吴凡和杨凯琪虽然工作忙碌，但在外从不忘携带环保杯及环保筷。而慈济志工对于环境维护及垃圾回收可说是面面俱到。认为爱护环境就要从自身环保做起，今天他们是否能发挥团结的力量获得胜利呢？哦，原来就是我们的阿爸公演为里面的两位主要演员来到我们现场了，到底是阿爸来还是阿布来呢？来，我们欢迎吴凡大哥跟杨凯琪凯琪姐。大家好。好，既然你们到齐了，就要郑重的介绍了。让我们欢迎一连志工队，一连志工强，核心环保赞赞赞，掌声欢迎。哎呦，这个最近要推出的大戏啊，阿爸公演为两位就是在中间的嘛，一个是阿爸，一个是阿布，阿布。所以今天阿爸跟阿布都来了。哦，来来来来，说一下说一下。在两位这个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或者跟一些拍戏的这个甘苦谈啦。阿爸公的话呢，当然听名字就知道说是阿爸公的话，对对对，我是阿布啦，哈。但是这个戏给我很大的感触，就是阿布跟媳妇儿之间的一些冲突，婆媳之间的，婆媳之间的冲突，所以希望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看，再让咱阿公吼，嘿新妇吼，是咩啊？跟大家相处，这个道理是很深很深的，希望大家收看阿爸公的位，来，谢谢。换阿爸公归故位啊，对不对？哦。戏里面我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哎呦，一样的教育啊，生出来的小孩想法就会不一样。嗯，大家慢慢看他们三个兄弟是怎么样发展，这样是好，戏一定相当精彩。对，准时收看阿爸爸恭维维。好，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我们总共有三个关卡。第一个单元叫绿色大灾问，我们是一个抢答游戏，借由抢答游戏的过程当中呢，要增进环保知识，答对越多积分就会越高。
第二单元是我们环保支援前线，平常我们会用一些什么环保筷啊、环保碗啊、环保杯啊，哎，这个单元让大家呢体验环保物品跟大家息息相关，而且环保物品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第三个单元是资源回收大作战，借由我们要动动手，哎，导正我们的回收知识，同时要核心协力一起做，才会得到比较多的分数哦。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环保大灾问。环保大灾问共有六题选择题，以抢答模式进行游戏，答对一题得到一分，若答错对方队伍将可以补答。好，马上要出环保大灾问的第一题了。这个台湾啊，这个台风很多啊，土石流也很多，不知道大家对土石流了不了解，但是土石流很危险，只要发现有危险的时候要赶快这个移开或者是搬离那个地方，不要再住了。第一题就是土石流发生的条件有三多，请问下列何者不是三多条件之一？一、雨水多；二、土石多；三、坡度多；四、支流多。请讲答。哇，厉害厉害！一连整个队，凯蒂姐，等一下，你要说什么？你要说答案了，对不对？要唱歌，好好好，好，请作答。支流多，支流多。支流多，确定？确定。对。哎呦，这么有环保知识啊！吴凡哥，你绝同意？理由是老婆说的永远是对的。阿木公，阿木公诶，冤枉是丢诶啦！恭喜，答对。第二题，请问下列何者是全球第一座亚热带绿建筑教育中心？一、台南绿色魔法学校；二、北投图书馆；三、宜兰传艺中心；四、新竹交大兰花屋。请讲答。几个象棋？这几企业已经有够紧的啦。可是哦，阿布虽然按到了，不一定会答对啊，对不对？哈，对不对？但是请作答。我觉得是一，台南绿色魔法学校。台南绿色魔法学校。恭喜答对。请问，我们很喜欢去这个花莲啊，这个太鲁阁，对不对？我这次这个暑假也去了花莲，但是没有去太鲁阁，但是走那个弯路啊，哦，很漂亮，清水断崖旁边就是太平洋。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一个景观景色，千万不能浪费，要让更多的人来看看我们，但是要把环保做好，把我们环境弄得更美好，好不好？这题就是这样子的。太鲁阁国家公园以陡峭的峡谷闻名，此峡谷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河流向下侵蚀岩层；二、地震引起岩层崩塌；三、冰川移动使得岩层被切割；四、岩层被海流侵蚀与波浪冲刷。举手答。厉害哦，厉害哦，终于被抢到了嘛！好，何安理的答案是，请说。一，河流向下侵蚀岩层。河流向下侵蚀岩层。何安理，李明队答对了。好，接下来第四题，请问氨是经由自然现象或人类活动所产生的，请问吸入过量的氨对人体会产生何种影响？一、呼吸障碍；二、肠胃不适；三、视力衰退；四、以上皆是。请讲答。这边果然快很多，但是不一定会答对了。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四。以上皆是，既会呼吸衰竭，又会肠胃不适，又会视力衰退吗？对，恭喜你们，答错了。阿布很着急。我知道，你知道要靠麦克风讲。你们答案是一，呼吸障碍。呼吸障碍，吸多了会成对呼吸的系统会造成障碍。恭喜答对。好，目前一连志工队呢有三分，河岸里面队有一分，要加油啦！好，
好，接下来第五题，我们这个台湾靠海啊，养殖渔业特别的兴盛。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跟他们有关了。台湾沿海地区盛行养殖渔业，请问在常年缺乏合理环境下，容易产生何种环境问题？一、地下水盐化；二、地层下陷；三、海水倒灌；四、以上皆是，请抢答。答案是什么？还在讨论。五、四、三、二、一，请作答。是，以上皆是。是，以上皆是。恭喜答对。哎，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刺激了。最后一题，请问，我们现在每天要产生很多很多的垃圾，对不对？请问，何者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废弃物处理方法？一、掩埋法；二、焚化法；三、海抛法；四、堆肥法。请讲他。好，一连志工队，请说出你们的答案。第几？第四。二、焚化法。二、焚化法。恭喜答对。五、这一个单元，和安李明队两分。一连志工队四分。好，恭喜这个一连志工队暂时领先，马上进入我们第二个单元，环保支援前线。环保支援前线，限时60秒，两队必须在该队加油团中找到环保指定物品，时间内找到最多数量者得3分。好，进行环保支援前线。哎，这个单元呢，如果赢的队伍呢，可以得到3分。游戏规则很简单，小时候都玩过支援前线，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大家支援的呢，不是我们身上随便的东西，我们要大家支援的是我们跟环保有关的东西，比方说有可能是环保筷啊、环保杯啊、环保碗啊、环保袋啊，哎，一些跟环保有关的东西呢，谁支援你们呢？就是你们的加油团了。加油团有没有准备啊？有，好，准备了哈，但是要抽出来，你要来抽，是今天要支援什么东西？好，你来抽。好，好，我来看看。环保筷，限时只有1分钟，跟你们的加油团收集最多环保筷的就获胜，但是不能说太慢，然后来不及回来，来不及回来我要扣的。好，计时1分钟，计时开始。快，好，小心的过程要快，快的过程要小心，不要跌倒就好了。来，有环保筷的都拿出来，拿出来，快点，环保筷拿出来。同学没有带环保筷啊，拿出来啊，环保筷啊。哎呀，同学好像这边比较多啊，有没有？有环保筷吧，环保筷贴出来，环保筷啊，进来啊。带了个海林啊，等一下再还你们啊，环保筷快啊，环保筷拿出来啊，带着盒子，有盒子没关系啊，有盒子没关系，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啊？还有30秒，快点啊，环保筷用完了没有啊？来，20秒了，剩20秒了，没有环保筷吧？拿出来呀，好，阿哥五宝，八。7 6 5 4 3 2 1，进来！好，两边都回来了。好，看看我们的这个和安李明队总共拿了几双环保筷？有盒子先算了哈。1 2 3 4 5 6 7。8 9 10，这个也算了，算了，那个也是可以擦东西吃。对呀，没有筷子可以用叉子啊。这不算，没有筷子嘛，对不对？叉子可以代替啊。不算，不算，没有办法，他们都不算。刚是十而已，对吧？10 11 12，反正两次就算一次。13 14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啊，这个两两。没有，开玩笑的，捆绑要洗干净了。总共22双，恭喜！22，你们如果超过22就获胜了。来，有没有信心？有，有，来，开始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这两双，十五、十六，好，再送回去，再送回去，不要再搞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30双。李明队22双，我们志工队30双，志工队获胜，可以再加3分。目前的分数是一连志工队7分，河岸李明队2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有第三单元，第三单元很容易有可能可以反败为胜的。第三单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资源回收大作战。资源回收大作战，3分钟内核心协力将回收品正确回收，标准回收一个物品可获得1分。马上进行我们资源回收大作战。哎，说到资源回收啊，大家都知道，哎，保特瓶要放在资源回收的这个资源回收袋里面。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保特瓶放到我们资源回收站里面去之后，还要做很多的步骤哦。要做什么步骤呢？哎，我们要刚好这两位也是我们来自台中西屯区我们大爱志工站的两位志工，哎，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回到那个环保站，第一个我们会先把那个瓶盖打开，然后再把这个瓶环剪掉。那对，瓶环也要剪，然后连在这个包装，它这个部分可以把它拆掉。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回收，然后再把它清洗。再压扁，压扁就比较不占空间。哦，还要压扁，所以也4个步骤要很确实的做到哦。所以说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把它送到回收站，然后整个就拿去回收了。它也是属于复合式材料组成的一个东西，很多不同的材料，我们都有不同的回收才能够再利用。各位了解了吗？一定要盖吧。了解。桌上有很多工具哦，什么剪刀、钳子啊，哦，要小心，要小心。好，准备好了吗？好了。这是可以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哦，只要现在是我们这个一连队是7分，李明队是2分，要加油了哈。好，计时3分钟，计时开始。加油加油，小心。用你顺手的工具也可以啊，小心小心。好，我们在这里一连队呢，在这个处理平环的时候呢，哎，有一点不太顺手，会紧张，会紧张，会紧张哦。要这个清洗的时候，好，哦，凯琪姐做得很熟练呐。好，那我常常在压，你常在压哦，哎，但是我都是盖子上把它盖起来，空气不会进。哦，很厉害，很厉害。哎，吴凡大哥真的是有在做环保呢，看起来那个揪谁都有点贵。好，这边呢，我们的李明队，李明队。李明队怎么样？好，树冠美败哦，压平再扭一扭，真是厉害啊！减少那个回收的体积，对不对？对。哦，这煞鼠哦，够煞鼠皮呢。哦，真正是。哦，阿美吵起来。哦，有的拢吵起来对吧？哈。对呀。有的都错的啦哈，有的是酱油啊，有的是什么的哈。对呀。哦。好，没有剥完，要剥干净，没有剥好身体哈。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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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还有1分20秒哦，我比的那比咕咕咕更久，顾伟比有放很久的味道，很臭了哦，臭啊，哦，真的很臭。
所以要洗一洗。所以在回收以前，虫那个蟑螂会跑进去吃。我们在回收以前就要先把它冲干净，对不对？蟑螂不会跑进去。啊，对，还有蟑螂、蚂蚁、蚊虫，对哦啦。这样我盖子再把它盖起来。再盖起来，压扁盖起来，空气不会进去。对对对对，比较不占空间。真的是很专业的手法嘞。一般在家也是有喝饮料，我也都是说喝完都剩下都要洗，对不对？哦，这个你看，这个里面还污垢还很多。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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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们和李明队能不能反败为胜。黑棋，用刀片啊，这个对。要这个要用刀片。这个要，不行，刀片不行，刀片不行。啊，这个可能没办法，这个可能没办法。没办法，不好用哦。好，加油。哦。真正在弄才知道，说真的有些东西是没有那么好用哦。这个好了，这个好了。哦，真的，李明队这边有一点手忙脚乱哦。你那个手要小心。哦，还有几分，还有几分钟，20秒了，加油加油加油！哎呀，等会儿。好，两位这个志工很有经验啊。哎，会紧张了。会紧张啊，会紧张。好，手都流汗了。好，九、八、七、六、五、四。3、2、1，好停！这个算，这个有算你过哈。好，好了，好了，好，我们来看看，和安里李明队有几瓶，一瓶一分哦，加油哦！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很标准哈，还要再弄这个。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二个。刚刚你们是几分？七分。他们是两分。啊，两分加十二分，14分。你们是七分。啊，你们只要超过7个就赢了嘛，对不对？来算算看，一、二、三、四、五、六，没有了，没了，没了，七，还有没有？平手，还有没有？还有，还有没有？八。9、10、11，虽然我们和安迪李明分数总分是输了，但是这个单元你们12个，他们11个，你们在这个单元获胜。好，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总分。一连志工队在第一单元得到了4分，第二单元得到了3分，第三单元得到11分，总分是18分。和安李明队第一单元得到2分，第二单元是0分，第三个单元得到12分，总分14分。所以我们今天是我们的一连志工队获得晋级，继续争取我们台中西屯区的环保知识的总冠军啊！不要忘了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核心协力救地球，拜拜。经过3个单元的比赛，一连志工队以18分之姿顺利获得胜利，取得晋级的门票。而接下来文华高中的环保竞赛又会出现哪些精彩可期的激烈赛呢？就让我们明天拭目以待吧。